大家好，我是西昌科技的产品专员。那我今天要带跟各位带来的是这套 Stoting 他们出的 Ultra Precise 小鼠专用的数位立体定位仪。那可以大家可以看到的，它除了这套设备大致上分成两个结构，一个是这边的这一部那个超精密的立体定位仪，对，它的规格是 Ultra Precise， 那可以到小10 micrometer。那再来的话，这里还有一个面板，就是数位面板，它可以同时在我们转动这些刻度的时候，它可以显示我们目前实际上的刻度的那个大小。那我现在就把它开机。那各位可以看到，就是开机了以后就会有这样子 Stoting 立体定位仪、数位立体定位仪的一个欢迎画面。那我们的画面就会马上进到我们的 XYZ 三轴的坐标的那个刻度，是 XYZ 三轴的那个刻度大小。那各位可以现在可以注意，就是当我转动 XYZ 三轴的时候，这些它的数字就是会随着我转动的幅度而增减。那可以看到我现在转到了，对，我现在把有一些刻度转成它是正的值，有些转的是负的值。这代表什么呢？这代表说我们因为立体定位仪，我们都会是把老鼠固定以后，把那里当作中心点，那我们可以取出相对位置的来做我们的立体定位手术。对，我们需要这样子相对位置，例如说 Brigma 往下一公分啦、啊、或者是浪漫往上一公分这样子。对，那我们这里有一个按键，可以看到 XYZ 三轴这边都有一个按键，我们可以按这个按键 reset， 它就可以把我现在定的这个点，我现在轴转到这个点，把它归零，设成零。那这个时候我再去转的话，它的相对的坐标，那相对的刻度大小又会不一样。那再来的话，刚刚提到说这一套是 Ultra Precise， 那我们刻度、我们的精密度也可以在这上面一并做调整。那这里就有一个按键，我们就可以按这个刻度的按键。它这里有一个刻度，它这里按键有一个地方是显示，这里显示.01跟.001。那我们按下去以后，它就会对，就可以显示小数点就会多出一位出来，那方便我们去进行更精密的操作。